咁咧，今日我哋呢個練習咧，就係俾任何人啦，覺得啊近排壓力好大啊，或者個心好累啊，所有嘢好似抑壓咗好多，好似冇乜 energy 咁樣嘅。咁所以今個練習咧，就係希望可以俾你有多少少喘息嘅空間啦，亦都可以加翻少少能量去到你個人裏面嘅。咁所有嘅色紙都係比較溫和啲嘅，咁但係如果你喜歡攞任何嘅道具，絕對可以。咁我哋啲色紙就包括我哋坐喺度啦，手板膝頭骨放地下，企喺度嘅，咁甚至乎會瞓低咯。咁瞓低係一個 option 嚟嘅。咁如果你中意選擇瞓低嘅，咁你喜歡嘅可以攞張毛巾啦。咁我哋今日嘅練習就係色紙色紙色紙色到半海，色到最尾咧就係做一個十分之簡單嘅呼吸練習嘅。好冇？咁我哋就開始啦。坐得舒服嘅，喜歡嘅可以喐下鬆下，伸展下，先至完全咧靜止落嚟嘅。又研究下究竟今日你係喜歡合埋眼去做定神啦，定係 keep 住眼睛張開嘅？咁如果 keep 住眼睛張開嘅你，我想你咧，垂低個眼神，放鬆個眼球。如果選擇眼睛係合上嘅，使你感覺到我個眼球沉翻入眼窩。咁留意到我哋啦，我哋個坐姿嘅，我哋坐得四平八穩嘅，我哋又坐得直啦，頭頂面到天花板嘅。跟住做幾下深嘅呼吸，喜歡嘅從入口去做呼氣，呼走曬而家塞住喺你腦袋裏面嘅所有嘅一切。咁或者腦袋裏面有啲東西好緊要你，唔可以唔記得嘅，冇問題，暫時呼走佢嘅啫。直至到你覺得 OK 啦，先至咧去翻一個自然嘅呼吸嘅。咁我哋今日呢一個練習咧，怎樣嘅呼吸都冇問題嘅，都可以嘅。正正你覺得舒服嘅，俾多你能量嘅，咁就足夠啦。跟住咧，當你準備好咯喎，我想你如果合上眼睛嘅，慢慢張翻眼睛；有眼睛已經張開咗嘅，我想你望翻向前頭。好，我哋垂低雙手先。我留意一下啦，咁我哋咧周圍咧都冇乜雜物嘅，咁我哋打開雙手，咁你唔想一嘢發到出隔離啲嘢噶嘛？係咪？好啦，咁我哋咧垂低手嘅，坐直嘅人放鬆膊頭。跟住一個吸氣，我哋會打開雙手，可以嘅話將個肋骨咧拉向前嘅，中意嘅望天。好，當你呼氣嘅時候，攬住自己捲埋個人，吸氣打開，呼氣攬住，喜歡嘅從個口去做呼氣，自己繼續做，究竟係做得快定係做得慢？動作係要大定係要細，自己揀。咁當你攬住自己咧，或者你中意嘅 keep 住同一個形狀啦。咁或者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喜歡嘅你可以提我一次咧，就左手喺上高，跟住下一次咧就右手喺上高嘅。仲有五，數緊嘅係數目字，四、三。二啊，好，跟住我哋咧定翻落嚟嘅，坐翻直嘅人，喜歡嘅喐下鬆下，或者鬆翻肩頸啦。點解我每次做我呢個位都係超爆肩？係，跟住我哋嚟到桌式，手板膝頭哥放地下嘅，
咁因為我哋今日冇鬆個手腕啦，咁所以留意一下手腕嘅狀況嘅。如果你喜歡嘅，可以用個拳頭對翻住裏邊嘅膝頭哥，就會喺我哋嘅 hip 嘅下低。如果發現到膝頭哥有啲比較冤冤地啊，有啲唔舒服咧，可以揾個毛巾摺住嘅。由呢度我哋咧只右腳就向外伸展，就將只腳板踩就去個地下度先，啲腳趾咧就指向咧十二點鐘嘅方向。咁跟住咯喎，我哋吸氣咧，將只右手咧拉向天花板，我哋定落嚟一陣先。咁研究下究竟係要直指天花板覺得舒服啊，定係想打開呢個胸口？我哋右手咧向左邊脊嘅左邊方向伸展嘅，睇下望邊先適合喎。我哋仲有三、二、一，呼氣嘅時候將只右手穿過左手嘅下底，我哋唔停嘅吸氣，舉高手，呼氣穿過去，又係隨住呼吸自己做嘅。亦都留意一下呢個下半身啦，我只右腳咧就伸咗出嚟嘅。如果覺得咦好怪喎，唔舒服壓白洞咧，將個膝頭哥收翻翻埋嚟就得噶啦。又係啦，隨住自己嘅呼吸揾翻自己嘅旋律嘅，揾翻自己嘅 beat 去繼續做嘅。我哋仲有五，又係數緊嘅係數目字，四、三。二、一，將隻右手放翻落地下，然後將我哋嘅右腳咧就放喺左腳嘅出邊嘅，即係近脊嘅左邊。留意一下，唔係腳趾後邊，而係出邊喎。好啦，咁跟住吸氣咧，我哋右手咧就可以咧指向天嘅，指向天又得啦，或者又係啦，打開呢個胸口，打開呢個手臂又得，或者將隻手臂和頭。咁睇下邊一款個感覺覺得啱啲啦，又啦望天舒服啊，望側跟定望地咧？右腳拉到好長嘅 ，hold 住五啊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出翻嚟去翻唱息先，睇下有冇需要自己喐下擺下啦。咁跟住我哋要做埋第二邊嘅，咁到只左腳啦，有冇需要向外伸展呢？咁除咗身體覺得之外咧，都要睇下有冇空間嘅。咁我就冇啦，冇乜緊要，都 OK 嘅。下半身穩陣咯喎，好到上半身啦，將只左手指向天花板，喺度呼吸一陣，feel到我哋嘅肋骨拉到好開。好，呼氣，將只左手穿過右手下低，係啦，咁啊自己又繼續做咯喎。冇話要快定係要慢嘅，其實速度咧就係睇你個個人喜好嘅啫。咁但我想你感覺到啊，係每個打開嘅感覺咧，你都覺得咧個身體有多少少空間嘅，唔使揦到好實嘅。仲有五啊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左手放翻落地下。然後將隻左腳就放喺右腳嘅外邊嘅，咁跟住啦，又係啦，咁今次左手要指向邊呢？咁就唔一定要係同一款嘅，舒服嘅就得㗎啦。hold 住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跟住我哋就要出翻嚟去翻長式。睇下有冇需要搖下擺下嘅，然後我哋會做到呢個嘅 downward facing dog 下九式啦。咁我哋咧留意翻自己兩隻手臂咧，大概膊頭咁闊，要穩陣，感覺到咧係可以推開地下少少嘅。跟住咧，我哋曲起啲腳趾啦，慢慢將個手臂用多少少力推開個地下，就升起膝頭哥。手臂保持住一個推嘅感覺，腳踭咧聚向地嘅。咁究竟隻腳要黐得幾埋，打到幾開，冇定義嘅，你覺得舒服就得㗎啦。係要靜止落嚟啊，定係搖下擺下，鬆下腳，甚至乎可以舉高腳嘅。咁留意到，如果發現到，咦，我個力聚曬喺個膊頭度喎，好唔舒服喎，咪曲起膝頭哥，
你仲有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跟住我哋就要定落嚟啦。喺个下降式度，我想你打开双脚，大腿直咁阔嘅，然之后手咧就行近脚嘅方向，做一个阔脚嘅前弯腰，定喺度。自己试下有冇需要曲起膝头哥啦，有冇需要摇下摆下个身体。如果你想打开个膊头嘅，喜欢嘅从后边扣住啲手指，拉开我哋个锁骨。確保呢一個前彎，你覺得係鋸嘅、冧冧豬嘅，唔好覺得崩到緊曬、扯到含曬冇意思 ，hold 住五啊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定落嚟啦。咁我哋微微曲起膝頭哥嘅，咁跟住咧下個吸氣，我哋咧就要企起身啦。企直個人，地手舉高向天，有冇需要吸個後彎自己緊？三、二、一 ，hold， 企翻直，垂低手嘅。咁我哋而家就企喺直嘅最前頭啦，腳咪大概盤骨咁闊，垂低個手嘅。咁我哋以下落嚟要做咩咧？就開始摁啦，喺度摁下搖下嘅。咁初時你會覺得點做乜嘢嘅？咁其實咧係有根據嘅。咁因為其實我哋咧，做好多即係我哋日常生活啦，其實積聚好多好多嘅壓力嘅，所有身體度其實根本上都唔覺，或者我哋做完啲息子定落嚟咧，其實都會積聚咗少少嘅壓力嘅。當我哋可以搖下擺下嘅時候咧，其實咧就係咧將我哋呢個壓力嘅循環咧完結咗佢嘅，或者係完成咗佢咯。喜歡嘅按下又得，或者搖下擺下亦都可以嘅。咁呢啲動作就係即係冇規律嘅咯，你覺得舒服嘅就得㗎啦。咁我覺得有個好嘅就係屋企做嘅時候冇人睇到你啦，係咪？你即係你睇到我嘅啫。OK， 跟住仲有五嘅、四、三，放鬆個人，二、一，好啦。咁跟住我哋就要慢慢定翻落嚟啦。我哋仍然保持企喺只嘅最前頭嘅。咁我哋右腳踩實個地下，左腳一大步踏後，腳踭可以踩到地嘅。所以研究一下，如果我腳踭要踩地下，我啲腳趾究竟要指向邊度咧？感覺個 hip 咧都係對翻住前頭嘅。後腳有力，我哋曲起只前腳，曲幾多你自己揀啦。咁留意到我哋前腳係曲嘅，後腳好穩陣，可以踩實個地下嘅，唔會俾我哋壓落凳嘅感覺。下半身穩陣啦，咁我哋將我哋個前臂咧黐埋少少，我哋即係咧就捲埋個人嘅。到我哋吸氣啦，拉起個上半身，舉高手，然後打開個手踭。呼氣，舉高手，然後捲埋個人手踭黐住。繼續吸氣打開，呼氣就黐埋嘅。又係啦，研究一下究竟個速度要係幾多？我是不是要望天打開個人，跟住呼氣望地下咧？定係 keep 住我個眼頭望住水平嘅？仲有五，又係數緊又係數六字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定落嚟。我哋打開我哋個肋骨胸口嘅。咁手可以 keep 住保持打開啦，或者舉高啊，或者托住個後腦，或者垂低嘅。咁其實點樣做都冇乜緊要，但我希望你可以揾多個位咧，你可以感覺到我個胸口嘅肌肉胸肌啦，拉橫嘅，膊頭前膊頭打開，肋骨咧亦都可以打開嘅。hold 住五、四。三、二、一，慢慢望翻住前頭，拆開雙手，跟住合埋雙腳，自己喐一喐，鬆一鬆先。做埋第二邊咯喎，咁我哋到右腳啦，慢慢揾翻我個下半身先。咁呢個係武士第一式 Warrior One 嘅腳嘅形狀嚟嘅，穩陣咗啦。OK， 跟住我哋又再嚟手啦，黐埋佢，捲埋個人嘅。好啦，準備咯喎！吸氣，舉高手，打開，
跟住呼氣舉高手，黐翻埋卷埋，係啦。咁啊呢邊感覺係如何？速度係咪要同頭先嘅做嘅同一款？仲有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又係啦，鋪喺度定落嚟啦，手要點放呢？feel下先。鋪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望翻前頭，垂低雙手，跟住合翻埋雙腳，鬆一鬆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做個單腳企嘅形狀就係豎式啦。咁我哋首先咧，揾我哋隻右腳踩實個地先，跟住我哋左腳踭咧就會貼近右腳眼嘅，留意我哋個盤骨唔好掉咗一邊啦，去翻中間位嘅。咁要係保持喺呢個形狀，定係慢慢線上去呢 ？Up to 你自己啦。咁啊，當然你可以用隻手去做輔助啦。咁你都留意翻啦，唔係話隻腳縮得越高越好嘅，總言之你穩陣嘅就可以啦。垂低手嘅，我想你揾翻嗰個四平八穩嘅感覺啦。咁話身係因為呢個式子係叫做樹式啦。咁當然揾曬自己一棵樹啦。咁我哋呢一刻咧係一個風和日麗嘅情況，其實係好似今日咁，我今日拍嘅時候好靚仔個天。咁啊，完全個風咧係冇嘅，咁所以你係完全靜止嘅。好，跟住無端端咧開始咧有少少風嘅喎，咁你咪開始搖下擺下咯，係可以搖可以擺嘅。咦，無端端個風大咗咯喎，咁咪搖得多啲，大啲啊！再大啲，大啲風啦，咁樣開始哇，真係好，突然間刮個大風喎，咁咪手開始喐啦 ，hip 又開始喐嘅。真係堅喐，唔好諗住話，哎呀，我一定要幫到人自己緊實，放鬆啲，係咪先？係啦，就算甚至乎或者你去喐到哇彈嚟彈去都冇問題㗎，係咪？如果跌咗嘅人咪起翻身咯，係咪？繼續呼吸嘅，繼續喐動嘅，仲有五啊、四啊、三啊、二啊、一，好定落嚟先，揾翻自己個樹式嘅，係啦，揾翻自己四平八穩嘅感覺。放鬆個人，腳板踩實，頭頂掂到天，仲有三、二、一，好，結束個式子先，出翻嚟自己鬆一鬆。咁做呢個式子咧，其實個目的就係想你放鬆少少嘅啫。好啦，咁我哋做埋第二邊啦，咁到只左腳踩實個地下，右腳就要縮起佢啦。點又係啦，揾翻自己個樹式先，係啦 ，OK。找回自己的呼吸的，是的，找回當下的這一刻先， OK， 風和日麗的，靜的，定的，好了，那跟著慢慢呢，有少少風了，那其實你可以不用動那麼大的，你可以動眼頭都可以的，是不是，睄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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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幾過癮，或者動動口，跟著好，開始大一點風了，要開始動多一點，那跟著又大一點了，又大一點了，哇！刮大風啊，好誇張嘅風。哎呀，仲有五啊、四啊、三啊、二啊、一，揾翻自己定落嚟嘅，突然間冇曬風咯喎，有風和入嚟咯喎，揾翻自己棵樹先，企得穩穩陣㗎，冇突然間崩曬眼耳口鼻，放翻心佢。仲有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好，結束個形狀，自己鬆一鬆佢。跟住我想你揾翻一個四平八穩嘅感覺，兩隻腳踩實個地。嚟緊有冇做一個前彎？咁自己研究下，你想只腳係黐埋做前彎啦，打開佢定打開幾闊啦 ？OK， 好啦，揾到咯喎，下半身穩穩陣陣嘅。我哋吸氣，我哋手舉高，伸個大嘅啦，要喜歡嘅加少少後彎。好，呼氣向前彎，舒服嘅。怎樣動怎樣鬆自己的，我們還有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
然後我哋就會坐喺張席嗰度啦。嚟緊個色子係蝴蝶色 ，Balakanase， 即係腳板黐住膝頭哥打開嘅。咁究竟只腳踭要離開身體幾近幾遠呢？你覺得舒服嘅就得㗎啦。有冇需要坐喺個道具嘅上高，又係 feel 下咯。咁如果你坐喺道具嘅上高嘅，我會建議你坐近個 B， 第一就係個盤骨升高，而唔係整個下半身都浪起咗嘅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咧就搖下左搖下右，好似一個搖搖板咁樣樣，係左右咁樣搖，似搖搖板。咁跟住我哋就要定落嚟啦，拍打我哋嘅蝴蝶翼，嘗試下放鬆少少條腰。好，跟住我哋就要定落嚟嘅。感覺坐直嘅，喜歡嘅合埋眼睛，究竟 stay 喺度適合啊，定係需要向前彎先至適合嘅？留意一下，我想你放開對任何色子嘅外觀嘅要求。找一個你覺得舒服的、舒適的、啱的，很多時候壓力都是自己給自己的，正如就是這個色子，很多人覺得要前彎才是啱的，我說啱還是錯，你要的是將個色子放在你的身體那裡，而不是將你的身體逼入個色子那裡。還有5 4 3 2 1，然之後我們呢就要結束這個形狀了。喜歡的挨後一點，用手將隻腳收回來，或者攬住，或者左右這樣兩邊搖。跟住咧，我哋就會做一個簡單嘅呼吸練習嘅。咁你中意坐喺度又得，瞓喺度又得。咁我哋會將雙手咧，一係放胸口或者放肚皮嘅。OK， 咁俾少少時間你自己揾翻你覺得舒服嘅坐姿先。咁當你找到個舒服的坐姿又好，或者瞓喺度嘅形狀亦都好啦，一係啦，留意翻自己身體嘅重量，亦都感覺到身體下邊嘅地下，留意到身體同地下嘅接觸點，跟住將我哋個專注力放喺我哋個呼吸嘅，咁隨住我哋個自然嘅呼吸啦，感覺下幾時吸氣，幾時呼氣嘅，腦袋會飄走，飄走咗嘅，温馨提示翻自己呢個好正常嘅現象，只需要將個腦袋帶翻嚟呼吸就可以啦。我們的呼吸練習呢，就需要我們將雙手呢，一是放在胸口，一是放肚皮的。這樣怎樣去決定呢？就是看看你覺得胸口容易一點感覺到自己呼吸啊，還是肚皮啦，可以給少許時間給自己去 feel 下先，探索下先。當你決定了，就雙手保持在那個身體的位置那裡。然後當我們的吸氣的時候，心裡面數一，呼氣心裡面數二，吸氣三，呼四，吸
個身體同個手嘅接觸點。吸氣七，呼氣八，吸氣九，呼氣十，吸氣一，呼氣二，吸氣三，呼氣四，吸氣五，呼氣六，吸氣七，呼氣八，吸氣九，呼氣十，繼續自己做，數到十就從一開始，飄走咗個腦袋，又從一開始。時間到，我會話你知嘅。感覺到吸氣的時候，身體會微微推開雙手，呼氣的時候就發現到手下低的身體的肌膚會放翻鬆，放翻流。需要再數我們的呼吸，放開雙手的所有東西都去回很自然的，然後雙手合十放胸口，靜靜感謝自己，用一些時間去停下來，亦都用一啲時間去照顧好自己，跟住磨擦雙手有啲熱力嘅，夠暖啦，就蓋過你合上嘅眼睛，準備好就張開手，張開眼，希望你享受今日嘅練習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